仙鹤来花语是什么意思？仙鹤来也就是仙客来，它的花语是喜迎贵客，优美、内向、天真无邪，可以把它赠送给自己的亲戚、朋友或者是同事。而且花朵也是有很多颜色的，其实不同的颜色代表的花语也有区别，粉色的花语是内向，红色的花语是嫉妒的爱，白色的花语是清纯，而紫色的花语是思念逝去之情。仙鹤来有很强的吸收和抵抗二氧化硫的能力，具有净化空气的功效。仙鹤来放在家里的餐厅，有利于用餐者的交流和家庭成员的和谐共处。放在书房里，可以营造一个温和、安静和有序的地方。放在客厅里，象征着问候客人和祈求好运的吉祥含义。